然后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礼物，然后邀请大家来我们家做客。然后大家想看到我手上拿的这叫什么？是的，然后那边右边是我，然后右边是灿妮儿，来跟大家演奏。然后我们每一位成员呢，都会用他们最美的声线，把歌曲和想表达的对你们的想念，一起表达，用歌曲的方式表现给大家。哎，我是吉他，是吗？Baby, can I get that?我稍微解释一下，刚刚突然唱出了那个 demo， 你知道吗 ？demo 是长久没有你们弄的弄，哪里去过？本来 demo 这么唱，然后就一下有点混淆了，不好意思啊各位，不好意思。停车了，我从旁边拉上来不？龙门台带我去去吗？여러분도몰랐잖아요大家都不记得哈。그렇대요좋습니다아오케이